小侦探出发！耶！我们去寻找线索喽！天气真好，小朋友们在做什么呢？小可爱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啦！迪迪呢？迪迪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来了来了！我要带小夜灯一起去，它的光超漂亮的，好好看。歌德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该走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放好背包再野餐哦。知道啦。开始野餐喽。我有点困了，我们回帐篷吧。好。有怪物，怪物不要过来。弟弟，等等我。还有我。帐篷里的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我们先去找歌德吧。歌德，帐篷里有怪物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吓人。不怕不怕，那应该不是怪物。我想知道那是什么，不如我们去调查一下吧。不不，按键激活，发光的怪物是什么？小可爱们快去解开谜团吧。好，接下来就看我的了。咦，他们人呢？有我在，大家不用怕。我们只是比较谨慎。我知道了。发现什么了吗？快说快说。帐篷里的光和小夜灯的光是一样的颜色，所以发光的是小夜灯。不对，小夜灯一直在我这里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先想一下我们放在帐篷里的东西。我带了玩具飞机，我带了童话书，我带了小美，我带了魔方，我带了饼干。我们带的东西都不会发光，也不会飞来飞去。线索又断了，不如我们进去帐篷看看吧。可是里面黑黑的。没事，帐篷里有灯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什么也没有嘛。弟弟，是你在挠我痒痒吗？我没有呀。后背有东西爬呀爬。阿普，别动，让我看看。哦，只是虫子而已，还以为是怪物呢。为什么帐篷里找不到发光的怪物？它藏起来了吗？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吗？我们什么也没做呀。哦，我开了灯。难道是因为灯？不如关掉看看。阿普的头发光了，怪物出现了。别怕，看我的。嘿嘿，我抓到他了，快去找歌德。歌德，我们找到发光的怪物了。就是他，他会发光。这是萤火虫哦。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？萤火虫腹部末端有发光器，里面的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会让萤火虫发光哦。那它们发光有什么用吗？萤火虫靠一闪一闪的光来传递信号。观赏萤火虫的时候，不要用强光照射它们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强光会干扰萤火虫传递信号。卡卡说的没错哦。小可爱们，帐篷里发光的怪物是什么？萤火虫。小可爱们真棒，我们成功了。不不。
按键 clear。